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大话成语》，我是吴又杰。今天我要讲的成语叫做“弄张宰相”。在唐朝有个大奸臣叫李林甫，这个李林甫厉害，会耍权术，耍心眼儿，只要看你不顺眼，死命活命也得把你压下去。说这天，李林甫他亲戚生了一大小子，李林甫得祝贺，写了封信，文有弄张之喜。弄张什么意思？以前呢，管生男孩叫弄张，就是比美誉。那生女孩呢？生女孩，文有弄瓦之喜。切，这还重男轻女，男孩比美誉，女孩比瓦。切，反正写完了，坏了。为什么？这弄张李林甫，他没多少文化，虽然当了大官宰相，写着弄张，张应该是玉字旁的张，他写成了犬字旁的张。嘿，这写完寄给他亲戚一些肉，这宰相怎么写了？就传给他，你看这宰相李林甫写了什么，连弄张这个张那么简单一个字儿都写错了。弄张宰相这个成语就打死传下来了。弄张宰相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大官他不一定有文化，翻过来讲，没文化的人还可以当大官。好了，这集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。我谢谢大家。